懂吗？真假？六局应该很够吧？嗯。那怎么办？现在好，马上把那个扩充洞装上去。玛丽奥巴马承接任务，你承接了什么？居然有密码！怎么这样呢？虽然说这個、这一场自由我已经解过了，但我会很不专心哦，因为今天是弹珠日。等一下，飞雷龙。有啊，我看一下。回避免疫衣装是不是？白色的。哎，你说回，我这边没有回避。我这边有转身，我这边没有叫回避衣装的，有一个叫免疫衣装啦，白色的，它是会回复所有属性异常还有状态异常。好像没有。啊，忘记换武器了。我都喝抢走药，你在那边喝耐力雷虫。你下太下去了。那泰尔最近事情很多、哦。哎、欸，你们要撞？
改这样才看呢、啊。死火！啊！被甩下来，可恶！上次用完了没补，我去拿一下。去还是我去？啊，我已经去古代树了。那你就是去飞雷龙了。烂透了。他在睡，怎么可能抓不到？太过分了。好诶。然后我刚刚才发现我完全忘记挖那个
吃火龙尾巴。它尾巴在哪里啊？尾巴应该还在上面吧。哎，是不是在这个上面？我上去找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有了，有了，到了。尾巴在哪？啊，我没看到了，糊了。那个一组要多少钱啊？还是它是一个一个买的？原来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这是一组啊，一组2000多。没，我先认真打一下弹珠。斗鸡场不能设密码。啊！还是会不会其实它密码是沿用？没密码。
石头没打中。就我看那个叫什么太刀、啊，那个特殊收刀的那个连段好强啊，然后我不会按。我不会收到，对、啊。没看破到，哦，有掉落物，看到。我刚刚说老鸡在诉说黄灰龙、黄黑龙嘛，然后我错了，是他在被黄黑龙诉说。他打过了，他可能在玩不习惯的武器吧。他上次练太刀，然后用太刀打赢了黑龙，然后就在群组问：“现在我是个合格的太刀侠了吗？”我们要不要去打打看那个无终止的淘金集？两个人没办法打。好像不打赢也没差吧。因为我已经打一次了，那个我打过一次没有赢，他十分钟就跑了。可是我觉得他好难，那个、哦、他的他往地上吐岩浆那个，
而且持续时间更长。重弩之类的吗？弓。然后飞，一直跳起来。好啊，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打到雷狼龙。他现在已经躺在我旁边了。对啊。我不想被说偷猎。等下啊。我、哦、那是要用石头啊、哦！根本不知道怎么赢啊！我第一次知道要用石头。那、哦、你们没有教过我。因为我每次都用肉身赢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你们都赢得到中间，我都赢不到？烂透了！你们两个破老师，另外一个基本上没有在当老师的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是用石头赢，你们为什么赢得到？烂透了！可是我现在这只是龙属性的、欸，为什么这么会睡啊？也有可能，它是那个现在宇宙那个大感谢祭的那个宇宙猫。我不确定，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，搞不好有。突然人就没了。我再回来啊。
我的浮空龙研究等级才6啊。要在10天以前呢、是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爬在他身上。他不可能是被我飞翔爪打死的吧？有这么刚好？我没注意。看一下我的猫属性，武器属性是不是睡眠？对，它是睡眠属性。但只有80，但还蛮长睡的，其实。什么叫没钱找客人？好，没钱找客人。忽然想起来，我这两天应该说，我到年假前尽量都不要这么晚睡。对啊，还是什么东西竞技场？啊，陪你打完这只竞技场。高级餐券，可是他会不会其实是就是心机还没有？应该怎么讲？他还没有等级还没有练好，就像新机车啊，对啊。像买新车，你要训车一样。哎，老鸡加入了。这场要很快，现在已经59了，对啊，不行啊，这样没存档。
小鸡拿那什么武器啊？没骑到，可惜。去睡。这名已经打完了，先。所以冥想是已经打完了。哎、欸。小时候为什么会炸开？我都挥不到他，可恶！他跑好快。我根本没有预判。哎、欸，骨锤龙也久等了，赞！先来摸摸铺子猪。